我们现在要开车到嘉义的距离，我的退伍令。希望那个人事官不要骗我，不要叫我今天来拿。可是这个时间点真的很特别。哎，我也军政他们找不到，我也找不到。万年军人。哎，阿伯，七十几岁，你个照片啊，卖骗啊！哎呀，照片没得，哎呦，是。现在有什么样的心情？退伍的前夕。我希望那个老兵八字经回去领退伍令的路上不要出任何事就好。不会啦。我干！这不是我家吗？然后七天后我就可以回家了。你说那个广告不要，老奶奶撞鬼了，乖乖呀，这不是我家吗？原来房仲业者自己一个人偷偷摸摸把整个家搬空。为什么老婆婆不肯住新家？然后去看看，结果挖出新家的地板底下有香骨头，被他下降头。不要！哎呀，不是那种人在搞差，就这人啊！我睡的时候，我要边啊行过啊，阴阳眼啊，老婆婆阴阳眼。那你觉得这一年当兵的时间过得长吗？很长啊，干！在外面就觉得无啦，你紧紧啊，这边起码无啥，紧紧啊，就平常呀。好温时阵哦，然后进去之后，啊，干你娘！一小时都觉得很长。啊，你起码拢冇放假，无啥。公家以前拢冇放假。那你对这种说风凉话的人有什么建议？我没什么意见，因为我以后也会说服你啊。啊，你今麦做四个月，啊无啥，我以前做十个月呢，嚯，进去的时候，我操哎，啊无啥，啊你今麦就轻松的啦，赶快啦，现在反正还是要去当一下兵啊，知道什么叫人间疾苦？什么没当过兵？没当过废物，没当过废物，不要说你是废物，因为你在军中会看到兵更废的，绝对会看到你更废。原来我以为我一直在耍废，结果我搞错了，我搞错了，我一直以来都错，错得很离谱。原来我还不是最废，虽然我刻意的耍废，但是还是有兵更废，还是不比当兵废。当一个废人真不简单，到了当兵我才知道要多废就要多废，世界之大。原来小小的台湾竟有如此废物。Yeah， 我知道，我那时候就在拔旁边的这些烂草叶，用手拔烂草叶。想不到过了一年，我终于退伍了。你可以跟我们诉说一下刚才的情况吗？刚才的情况哦，就是，我照理讲是明天退伍啊，可是人事官叫我今天回来拿退伍令，就是隔天啊，隔天才退伍，今天就来拿退伍令。然后呢，人事官说：“啊，你记不掉吧？连刚刚那个什么，连值班的都说啊，记不掉啊，学长。”然后就。其实是人事官自己跟我讲错，难怪我那时候也觉得怪怪，哎，为什么比得别人早领？哦，哪如何多？原来是他自己记错。哦，你多得啦，多得。哎，中华，啊，好了，阿伯甲忙讲哦。无啦，开玩笑啦，其实就是一些小误会嘛，行政上的疏失。总之，我们常有的嘛，常有的嘛。啊，现在事情国军嘛，国军这种事情，对吧、啊？屡见不鲜，也不是第一天两天的事情呢。大家不要就太见怪，好吗？然后你在里面好像真的感受到你有一种压力存在，没错。我不觉得很可怕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我好像是我好像是一个观光客。对于你们而言，好像这是一个充满梦靥的地方。来，干干。
终于离开了。那你现在拿到退伍令的那一刻，你觉得人生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觉得还是心气犹存。我刚进去那个地方，感觉整个好像被那个乌云罩顶一样。退伍令，中兵退字地0987，历久北齐。爽啊！缺勤一兵。看，我不知道讲什么，我真的是心惊犹存。我觉得那个地方好可怕，好可怕。我所有那个坏印象，大概大部分就停留在那边。进去就觉得口干舌燥。那你现在总结一下你整个当兵生涯跟你现在退伍的感觉？我现在退伍的感觉还有一点觉得怪怪的，好像我才好像我还是阿兵哥这样子。错，我现在是老百姓了啊！听不懂啊，我老百姓啊，听不懂啊，回去啦！新训哦，回去啦！像这条路啊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因为那个学长啊，那个晚上执勤的时候偷带我去买东西吃，这样干好心酸哦，听起来。然后我觉得超紧张的，因为被抓到最少都是禁驾3天。执勤的时候不知道在冲安小，然后但是很刺激，然后很有趣，这样子。耶，这是一个经验。那你现在替这个影片做一个总结。可以，我们等一下，反正会遇到一位神秘嘉宾，我们要在那里跟他碰面。OK， 所以接下来就请大家期待 GP 退伍后的环岛旅行，这算是预告片啊！筋肉摩擦是磨到破皮，磨到破，再度摩擦。